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啊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啊，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629页第五行课题庚二十二光复，请看经文：是故无量寿佛，业号无量光佛，业号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业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，一共十二个名字。我们看黄年老的注解啊，此段是本品之三，这一品呢第三段写光明之十二圣明，圣是殊圣，是超圣，此十二光明称十二光佛，均为无量寿之一名，亦正是法藏成佛之果据。这些名号都是阿弥陀佛啊。下面黄老举《楞严经》的话说，首《楞严经》曰：大势至法王子，与其同人五十二菩萨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亦往昔恒河沙劫，又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呢，名超日月光。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这是叙述《楞严经》二十五圆通里面，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个一段经文，
啊，说明大势至菩萨在九缘界之前，那么他遇到无量光佛、十二如来相继一界啊，这一个大界当中有十二尊佛出世，就像现在的娑婆世界，娑婆世界在这一大界，这叫贤界，圣贤的贤。为什么叫贤界呢？你看大势至菩萨那个时候一界才十二尊佛，释迦牟尼佛这一界贤界有一千尊佛啊，千佛出世，所以称之为贤。圣贤很多 啊，圣贤很多，一界时间很长，是大界，不是小界啊。那我们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就知道啊，就有个概念，很长很长的时间啊。那么大势至菩萨遇到这十二如来，应该也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比佛教他念佛三昧，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《净修戒要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大势至菩萨是法界净宗初祖啊，法界是遍法界虚空界净土宗的初祖。为什么？他是第一个修念佛三昧成功的。啊，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初祖，释迦牟尼佛出世最初讲华严经，在定中讲的。啊，华严经 讲到最后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啊，所以普贤菩萨是娑婆世界的初祖。啊，这我们都搞清楚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慧远大师在东京的时候，现在江西庐山啊，建立一个念佛堂。那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还不多久。啊，建个念佛堂，好像是113个人，还是114个人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他那个时候所依靠的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《弥陀经》《观经》，还没有翻出来，啊，流通只有一部。那是汉朝时候翻译的无量寿经，这一百多人个个都往生了啊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所以圆光大师是我们中国的初祖啊。那么从中国传到韩国，传到日本，韩国跟日本的初祖就很多了
啊，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啊，佛门的留学生到中国来修净土，善导大师的弟子最多啊，在日本一共建了13个宗啊，实在讲是净土宗的13个派别啊，在日本成为宗。那么我们看净经这12光佛，就是比往昔恒沙劫前的12如来，大势至菩萨遇到的。啊，当时啊，遇到的这个12如来，那、啊、就是我们此地讲的12光佛，又密布9品往生阿弥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云。室内坐12大曼陀罗大圆净智宝相，其名为1切3达5量光佛，智力3名超日月光佛，正与本心呢相合。那么在5种原译本里面，唐译的有15光，宋译的有13光，乃开合不同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，所说的都是一样啊，个人讲法不一样啊。我们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了就行了啊。下面这12光佛一位一位的介绍。第一位5量光佛昙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说，智慧光明不可量，故佛又号5量光，油亮柱相蒙光晓，是故即收真实名。大师此赞深其甚心，直指光明就是智慧，智光不二啊！啊，是故即收真实名。那真实名就是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是自心本有的。我们要知道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一句话呢就说尽了。啊，这是自性本有，跟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候所说的第三句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慧能大师第三句是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那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说清楚了，具足智慧德相。啊，智慧摆在第一。啊，德是能力，我们今天讲能力。啊，相是相好，一真庄严，那是相。啊，德要用我们这一部经来说，阿弥陀佛的大德就是48愿。
啊，无量智慧加上四十八愿，啊，再加上所显现出来的一真庄严相好，圆满的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修行求什么？这个要知道啊，修行是求智慧啊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这49年啊，他般般教学，我们要清楚啊。啊，49年分为四个阶段。啊，第一个阶段阿含，12年，好像我们现在要办学小学。第二个阶段，方等，好比是中学，小学毕业了。在向上提升中学啊，中学跟小学合起来20年啊。第三个阶段讲般若，般若是大学，也就是佛出现在世间想做的是什么，想教的是什么，就是教般若。那般若必须得有前面20年的基础，你才听得懂啊，才能够修学啊。说法49年，般若占22年，差不多是一半时间。你就晓得这是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讲经最主要的一个阶段。末后8年讲法华啊，法华好比是研究所。法华讲什么？法华讲成佛，般若是菩萨啊，菩萨最后要成佛，那就圆满了啊。佛离开我们入般涅槃了，一天一夜讲涅槃经。涅槃经是遗嘱，释迦牟尼佛的遗教啊，最后说的啊，我们看这个就懂得了啊。那么今过去啊，古时候唐朝中叶以前，学佛是有次第的啊，按部就班来。所以中国佛教有10个宗派，有陈氏宗，有居士宗，这2宗唐朝晚年就没有了啊，这两宗没有了。经典有，在大藏经里头有居士论，有陈氏论啊，是他们所依据的。那中国为什么把它丢掉呢？中国人用儒跟道代替了。儒跟道是本土的文化，特别有亲切感，而里面的内容呢是小学，是佛法的小学，又比小学高。虽是小学，它比小学高，它可以直接通大乘啊。所以我们的祖师大德就把小乘放弃了啊。中国在大乘的8个宗派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啊。那我们今天问题来了啊，今天我怕衰了，可以说灭亡啊。为什么呢？基础没有了
不修小乘，也不念四书五经，也不念老子庄子啊，古时候念呢，到清朝中叶那个时候还念呢啊，乾隆嘉庆那个时代还是念啊，那个时候到现在大概150年吧，现在不念了。到民国满清亡国之后，到民国恐怕小乘不念了，儒道也不念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佛法的基础教育失掉了，那在学大乘都是空中楼阁能读能讲做不到啊，现在连读的人都没有了，哪一个法师读《法华经》？《法华经》天台宗的，没人读了。哪个人？哪个法师读《华严经》？没有了。啊，大概这些经典呢？只有在现在水陆法会还有个坛啊，请法师去念一部，念从头到尾念一遍啊。法华经一般是念七部啊，每一个宗派都有主要修学的经论，全都没人读了啊，确实名存实亡啊。大概藏传的密宗还有啊，那也要学经论，不学经论的观念咒不行啊！啊，剩下净土宗，净土宗大概我们这一脉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讲净土五经，依照净土宗念佛的方法修行。也没有了啊！我们现在是得力于高科技的帮助，我们没有到场，没有讲堂，一生流浪啊。可是我想一想呢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。张家大师早年劝我出家，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想到释迦牟尼佛我们就很安慰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是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就徒步，至少我们现在吃饭不要去徒步，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遮蔽风雨啊，房子不大，小小房间比树下一宿好多了啊，所以想到佛陀我们就很安慰了，我们很感恩啊，真的这种修行的方式
是正确的。啊，真正是无人于真，于事无求，心是清净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有个道场，每天讲经啊，有几百人来听经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啊，我这里信徒多，别人信徒少，一定会引起佛门自赞回答。啊，争夺信徒嘛，征求供养嘛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啊，那么自赞回答是回报。这个果报要照戒经上讲的是无间地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破和合身。无逆十恶，无逆里面就有一条破和合身。破坏和合身的话，无间地狱。啊，这个是五种重罪里头最重的一条。啊，其他都比这个轻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路啊走对了。啊，是要这个样。所以有发心学讲经的法师来看我。啊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肯不肯学释迦牟尼佛，一生不见道场，哪个地方勤就到哪里去。啊，没有人勤，就念佛求往生。真正发这个心，你的法缘佛菩萨替你安排，到时候自然有人请。啊，讲个十年二十年，真的根底厚了，解行相应，啊，自己的法喜，佛菩萨给你安排到这。啊，你的听众当中听得很欢喜，啊，由外地人来听，他就请你到那边去。啊，我这个一生的法缘就这么回事情，都是听众彼此互相介绍。啊，那我们一个人没有累赘，哪里请就可以到哪里去。啊，讲完了，那个地方预约了。一年360天，日子很好过，处处做客啊！啊，要记住，做客不要做主。啊，你能把这一关看破了，走这个路好啊！啊，这个路是真路，法喜充满。啊，真正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啊，真正做到我们这个戒律很简单，五个科目。啊，第一个敬业三福，三条不难记，出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。啊，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全经行者。这个是
无论修学哪个宗派，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必须要遵守的。这是佛法的根本戒。我们要持这个戒是根本戒。那么除这条之外，三规五戒十善，出家呢再加一个沙弥律仪，十条戒二十四门为仪，这是第二个科目。接着下面修六合敬，别人不修，我一个人修。见合同解，见合同修，住哪个道场，守哪个道场的规矩，这就叫见合同修。我们不标新立异，恒顺众生，皆大欢喜。身和同住，意和口和无争，身和同住，刚才是说口和意和同愿，法喜充满。最后一个利和同训，这一条最好不要放在心上，不求利呀，每一天吃饱就行了。寺庙供养，如果方丈住持包个红包给你，可以收。不包了，就算了，不必过问。这样就好啊，大家对你放心了，不争了。永远这一生不跟人对立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对立就造业，造业果报很麻烦。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很可怕。不跟人结怨，修忍辱波罗蜜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这一生最后的目标定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多好啊！你们喜欢这个鞋，统统给你，我不要了。我到极乐世界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，什么也不能带，连这个身都不能带，通通放下，所以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这都是戒律。三学是戒定慧三学，这个戒里头，主要的是讲求学。修道，那我们这个五科就是属于戒，我们自己必须要严格遵守。戒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得定。定的目的是开慧，所以终极的目标是开智慧。智慧怎么开？心定就开了。心里面有染污，不开智慧；心里面有分别，不开智慧；心里头有起心动念，不开智慧。戒是帮助你得定，定是帮助你开智慧。定的样子是什么？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很好，标准的样子。你看清净，
清净是阿罗汉的定，心不染污，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，开小智慧啊。这个定在提升一个阶段呢，大定菩萨修的啊，开大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世尊第三时所讲的般若智慧。啊，开大智慧。后面还有个觉。你看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啊，这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戒定慧三学。啊，佛用这个方法帮助多少人一生当中成阿罗汉、成菩萨、成佛啊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啊。成佛有41个等级，华严经上说的圆教初住菩萨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，破一片无明，这一份法身真佛，不是假佛，但是没圆满。为什么？习气没断，习气不好断，阿罗汉没有执着了，他有执着的习气啊，所以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他的功夫完全用在断习气、见思烦恼习气，见思烦恼习气断尽了，他生气了，他是辟支佛啊，不是阿罗汉了，比阿罗汉高一级了。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辟支佛见思烦恼习气断了啊。辟支佛在这个位置上，他要断尘沙烦恼，就是分别，尘沙烦恼就是分别啊，要练习不分别啊，真的不分别了，他生气了，他是菩萨，菩萨分别习气没断，所以在菩萨这个阶段当中，他修什么？断分别习气，分别习气完全断了了，他生气了，那就是佛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就是佛了，啊。佛住哪里？住十宝庄严土啊，住在那个地方等无始无明习气断掉，因为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，你有方法你就添烦恼了啊。他什么断法？经上有比喻，习气，什么叫习气啊？佛用酒瓶做比喻，酒瓶盛酒的，把酒倒干净了，擦干净了，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，可是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习气。有没有方法断？没有方法。怎么断法？不要去理会它，日久天长，你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，半年一年之后再去闻就没有了。所以断习气只有这个办法，不能起心动念。
要多长时间习气断掉了？佛告诉我们，三个阿僧祇劫，这个时间可不得了，天文数字啊！三大阿僧祇劫，习气断干净了，证究竟圆满佛啊，《华严经》叫妙觉，等觉上面是妙觉啊，等觉是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，断干净就真成佛了啊！成佛不住十八土了，住哪里？住常寂光。常寂光是法身，法身就是常寂光，常寂光就是法身。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我们都在佛常寂光之中。佛的常寂光跟我们的常寂光是一不是二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了常寂光？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障碍了啊！果然能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常寂光就现前了。所以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，绝不是妄语，是真的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很难讲清楚，一般人很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。啊，因为常寂光跟一切万法融成一体，根本就没有分开。啊，我们用电视多，天天在这儿学习，所以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。常寂光是什么？是屏幕。我们打开电视，一定先按屏幕打开，打开了一片空白，光出来了，再按频道。啊，频道就是能生万法。啊，那么常寂光跟频道，就是屏幕跟频道是融在一起的，是分不开的，但是它是两把事，它不是一把事。你把频道按掉之后，色相没有了，一片光明，你就看到不一样。但是频道打开的时候，你看不到哪一个是频道，哪一个是色相，它融成一体啊。虽然融成一体，频道不妨碍屏幕，屏幕不妨碍频道，这个样用这个比喻，我们才有一个概念啊。所以我们都在常寂光当中啊。怎样才能见到常寂光？眼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常寂光。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就错了。啊，不可以起心动念，但清楚明白，那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。真的清楚，真的明白。啊，众生说的真清楚明白的时候，未见的是真的。他产生错觉，他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佛菩萨绝对没有看错，绝对没有想错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看法，也没有想法。好啊，纯真啊，那叫真实智慧。啊，我们有自己的看法，有自己想法，那叫造业。业有善恶，善业感三善道，恶业感三恶道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出不了六道轮回。
麻烦在这里。佛教我们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，真修行是在这里修。你不能离开，立刻到哪修去？眼在色当中修，耳在声当中修。修到什么呢？最初显的先下手，那就是从不知处真放下了。眼见色，不执着就是阿罗汉，再加上不分别了，就是菩萨；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是佛。你看这三个等级，确实大道至简的。用什么方法修，没有一定。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哪个方法都行，没有一样不行。就是在境界里学个什么东西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妙极了。你还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错了。理上跟事上全错了。这是佛法深妙之处。不起心不动念，还不爱办事。什么事都干。就是金刚经上说的。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无住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。生心的什么都干。样样都不碍事。心一动念头就错了。不起心不动念是用真心的。真心完全用自信的性德，就是智慧德相，他用这个，所以他不碍事。起心动念呢，就变成阿赖耶。阿赖耶是妄心。妄心就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凡夫他不知道用真心，他用妄心。凡夫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就用这个，这就错了了。所以修行呢，要把总纲领、总原则掌握到，与这个相应就对的，跟这个不相应就错的。不是说一天念多少经、念多少论、拜多少佛，那都不是的。不是的，真正修行人也要做这个样子。他不碍事，他心里没有啊。他天天在拜佛，一天拜三千拜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真高明啊。为什么拜这么多？拜给别人看，希望别人学习，别人肯拜佛的修点福报也不错嘛。成不了佛嘛，修善业修福报嘛。用意在这个地方啊。自己真的是无助啊。无助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菩萨的无助就是不分别不执着。我们凡夫学佛学了几十年了，还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这就应该惭愧。应该忏悔。遇到净宗才能得救遇不到净宗救不了。
啊，净宗可以代业往生，其他法门没有听说代业的。啊，代业就是换个环境，这个地方境缘我们没有能力克服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缘好啊，都是殊胜的缘分，障碍的缘分没有，这是个好地方，最安全的地方。修行不着魔事，那你没有魔啊，这个世界魔太多了，无量无边的啊，凡是叫你起心动念，叫你分别执着的，通通是魔。啊，所以要认识。啊，那么现在什么招你快速起心动念？大概第一个魔头就是手机。你看装在身上，不定什么时候想叫起来，赶快拿来听，又去胡思乱想去了。只要认识它，它不是好东西。啊，没有这个东西，照样办事嘛。啊，以前没有发明这个东西，不是很好吗？发明这个之后，多少人堕落了。啊，所以你要认识他，不受他的伤害。啊，我们要真实明，真实智慧，叫是故即受真实明。那么一次光明啊，就是真实。啊，真实智慧应该即受离见。因此大见，唯一真实啊，这是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，把五种原译本里面的真实，三个真实通通收进来了，好啊，这才圆满呢。啊，这三个真实就是真实之际，真实实际是自性，是本体，就是法身。啊，那么第二个第三个都是德，自性的性德，不是外来的啊，一切众生本具，也没有失掉，现在是迷，破迷之后它就出现了。啊，为什么读经读一千遍会开悟？那悟是你本有的，你的心不清净，用一千遍读一千遍呢，心清净了，啊，妄念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智慧就冒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经的意思就浮出来了，你就懂了。你再念第二个一千遍，你悟的深度就更深，面就更大。你再念三千遍又不一样。啊，一般真正修行用功的人，欲望很淡薄的人，啊，三千遍古人达到明心见性不少啊。啊，现在人难了，现在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里面欲望膨胀没有止境啊，所以三千遍还不行啊，三千遍能得小定啊，不能得大定，
那是五千遍可以得大定。啊，念上一万遍可以大彻大悟。你要相信这个道理，要相信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妙绝了。啊，你要知道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榜样，他就念什么，就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了多久呢？念了92年，未曾丢失啊！这就是他的功夫啊！他确确实实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他那么自在啊！112岁还爬着楼梯爬树，你看他的本事多大！啊，身体灵活不亚于年轻人。啊，耳没有聋，眼没有花。啊，这是个老实人。啊，他的根气好。根气是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种人现在很难找啊。啊，父母教孩子都不行啊，他都不老实，都不听话，到哪里去找？说老师去找一个学生，找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，找不到啊。啊，必须要这样的人他才会成就。啊，不是这样的很难。世之变聪没有用啊，不能成就。啊，海贤20岁出家，师父就看准了，这个徒弟有出息，将来会有大成就，就把最简单、最殊胜的法门传给他。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就这一句佛号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，不要乱说，不能说。他老人家记在心里一辈子，他是不是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大彻大悟就明白了。所以我们在光碟里面透露一句，偶然透露的，我什么都知道。他说出这一句话，那就是大彻大悟。不是大彻大悟，说这一句话那是骗人。啊，那是大妄语。大妄语要堕80地狱。所以他真的什么都知道。为什么不能说？环境不许可。师父肯定是大彻大悟的人，要不然说不出这个话来呀。他怎么这样教他？啊，知道他又能遵守。啊，所以他如果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，他就是化身菩萨。他要是出现在唐朝盛世啊，慧能大师那个时代，他就是祖师啊。但是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可以啊。懂得佛法的人知道，不懂佛法的人瞧不起，瞧不起好啊，你一生平平安安过日子啊。所以智慧啊，利是利益，后头真实之理，这个都是自心的德能向好啊。我们把德能归纳在真实智慧，把向好归纳在
真实之力。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身体健康，那就是利益了。啊，一般人在这个念头不能动啊。你看他老人家往生的那一天，他是看到《深藏僧》这本书，三天之后往生。往生那一天，他在菜园工作一天，整地、浇水、拔草，干了一天，晚上往生。这是表演给我们看的。啊，晚上要走了，还不休息一下？啊，还不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？啊，他没有，他就干他的活去了。啊，到第二天早晨喊他走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句子里头很有味道，真实明，真是真实之际，实是真实利益，明是真实智慧。你看这三个字妙不妙？啊，可见极乐一真因果，纯一真实啊！这个世界能不去吗？这个世界还要留恋吗？能往生极乐世界，是真正留恋这个世界。为什么？你有本事啊！你到极乐世界，这里可以常来呀，啊，自由自在呀，没障碍呀。你要不去极乐世界，这一轮回呀，不知道古人讲的五千劫。你没有办法，你没有能力照顾不到。啊，到极乐世界，立刻就可以回来。啊，化身回来，分身回来。啊，你的家亲眷属全都照顾到。啊，这叫什么？真正爱护家族，真正爱护亲人，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才能做到。要靠自己修行证得这个境界，很长很长的时间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又宋朝大慧禅师。啊，他说的这几句话说得好，只以慈光学妙法，事法即是慈光明，不立事光说事法。这个事法指真实法，真实法就是真实之气。啊，真实之气就是真心，真实之际就是本体，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。啊，我们举比喻是用电视机的屏幕，啊，没有打开频道，你看到这个屏幕，啊，屏幕一片光明，把这个比喻作本体。能生万法，频道一按下去就能生万法。万法不离本体，
本体不离万法，它各不相爱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的，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帮助我们把信德挖掘出来。啊，只以此光宣妙法了，这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。啊，事法呢，即是此光明。啊，事法，净土法门，就是此光明。此光明前面讲的十二光啊，十二个名号都是形容阿弥陀佛。十二代表圆满啊，具足啊。阿弥陀佛有哪些智慧？这十二个名号就是代表圆满智慧啊。后面这一句，不离世光说实法，佛灭之后，历代祖师啊，历代祖师弘宗说法的这一些大德，为我们讲经说法，就包括海贤老和尚为我们现身表法，都没有离个光啊！啊，这十二光统统具足啊！这个我们要懂得啊，要明白。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，是法执真实法，就是真实之气，不离世光说实法，智慧光明不二啊，此光即是真实慧也啊。这意思我们刚才都说过啊，执以此光玄妙法，乃会以真实之理，以及光中之妙用啊，这十二光的妙用啊。是故赞佛偈说，有量诸相蒙光晓，因此智慧光明之真实明，能开晓诸有中一切之相，一指开晓一切众生诸有中之众生，
故云有量诸相蒙光晓，这里面含藏的意思啊，因此智慧真实明，真实的光明，真实的智慧啊，它能开示，它能晓了诸有中一切之相，就是万法。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心能生万法啊，这个一切中之相啊，就是万法啊。所以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，就是自信的真实明出现了，对于宇宙之间一切法通通都晓了，都明白了啊，所以也指开晓一切诸有中的一切众生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诱导一切众生，帮助他觉悟啊。阿罗汉能帮助人小悟，菩萨能帮助人大悟，佛能帮助人大彻大悟。那么佛菩萨阿罗汉的身份可以说是一个人，可以说是多人啊。他对小根性的人说小法，他是阿罗汉，他对大根性的人说大法，他是菩萨。他对大彻大悟差不多的时候了，只差那么一点了，他去帮助他开悟，那就是佛陀。所以一生多生没有一定了，没有定法了啊，他面对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他的视线也不一样。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有法可说，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，千变万化。那所以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现三十二应身，千手千眼啊，那都是表法的。千手千眼是表万德万能，表这个意思啊。德是你见到了，能是你伸出援手帮助众生化解灾难啊，头上还有面孔，有三十二个面孔，代表三十二类的众生，那是代表一切众生，无量无边众生啊。这就说明一生多生是一不是二，一生就是无量生，无量生就是一生啊，完全在神通妙用啊。啊，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智慧本有的。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。啊，能大师一句话说得好，
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心外求法叫外道，决定是错误。啊，心外没有，你怎么去求？你哪里去求？啊，心外全是生灭法，生灭法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，真的不生不灭。哪一法不生不灭？自信不生不灭。啊，自信之外的万法，通通是生灭法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”凡所有相就是万法，就是一切法。要知道它都是假象，都不是真的。所以菩萨应是不会把这些假象当真，这就是他的高明处，他不迷。我们把假象当真，迷了啊！这一迷呢，自信的智慧德能全迷了，全不见了，啊，不见还就罢了了，它还起作用，起什么作用？烦恼，烦恼跟智慧是一体，觉的时候起作用是智慧，迷的时候起作用是烦恼，啊，所以烦恼也不能断掉，烦恼断掉智慧就没有了。转烦恼为菩提，要懂得转变啊，妙就妙在这个地方。这是告诉我们古圣先贤教我们的方法绝对正确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为什么一门就是一切门？为什么他见性啊？只要见性，一切门就见到了。啊，只要得定就开智慧了。啊，读书千遍，目的在得定，小孩也在得定。现在的小孩，从一出生睁开眼睛，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电视机。啊，稍稍大一点的，一两岁了，就得看到电视，看得不深，看到电脑，就玩电脑游戏了。那个里头什么东西？杀盗淫妄，什么玩意都有。啊，那么小，他就扎这个根，根深蒂固，以后怎么办呢？这不是小事，大事。底下一代，再下一代怎么办呢？啊，方东美先生说得好，做不到。民主国家啊，台湾曾经有一度政府在提倡恢复传统文化，只喊口号，没有真做。我有一天在老师家里，啊，遇到教育部三个官员，
向老师请教。啊，政府提倡复兴文化，请教老师要从哪里做起？老师听了，态度非常严肃，没有笑容。啊，沉默了五六分钟，大家都定下来了。老师说，方法有啊。首先，台湾三家电视台关闭。第二个，台湾大概有几十个无线电台关闭。第三个，报纸杂志停刊。这官员听到了，老师这做不到啊。老师就说，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有这个还能恢复吗？现在这个时期能办得到的只有共产党。啊，他不是投票选出来的，不靠选票。真正下命令的时候这样做，他能做得到。别人做不到啊。方老师说的话是真的，真话。一点都不假。你看看现在这些东西，从小孩到老人全被迷了啊。多可怕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只有自己保护自己，不接触他。啊，跟他距离远远的。啊，我们还利用他来讲经教学。啊，这好事情。这个实在讲也是方老师教给我的。他就指着电视给我的电视。啊，他没有善恶，他是中心。就看你怎么用的。你要能用到讲经教学救世界。你要搞那些娱乐节目这些东西害世界。啊，看你怎么用了。啊，他跟我说这是好东西，不是坏东西。啊，希望我能用。那个时候这都是成本太高，我们连做梦也不敢想。啊，没有想到晚年还真用上了。啊，我们用电视今年13年，用网络有20多年，收的效果很大。啊，现在听说成本越来越低了，越来越方便，效果也比过去提升。啊，好事情。那么文化水平大幅度的降低，将来读书人可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现在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，读书不赚钱。啊，不赚钱不能诱惑人了，那将来没读书人了。啊，人都不读圣贤书，这个世界会有大灾难。灾难怎么来的呢？不善的念头造成的。只有读圣贤书
才能把不善的念头化解。为什么？你把它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了。啊，就是我们经典里说的这一点点，你要真听懂了，就开悟了。这个世界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只晓得这一桩事情，你就不受干扰了，你不受蒙蔽了。啊，全是假的，人间是假的，天上也是假的，十法界是假的，遍虚空法界，一切诸佛刹土，除了十报庄严土之外，通通是假的。假的放下就对了。你为什么不肯放下？你知道的不透彻，知道透彻的时候给你，你也不要。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彻底放下，妙啊，真妙啊！啊，真有人呢，听几次经，听懂了，他真变样子了。啊，连相貌都变了。啊，佛经不能不读啊！啊，好像是瑞典。一个汉学家高本恒，我最欣赏的三句话，正体字不能丢失，啊，文言文不能断掉，经书不能不读，这是圣贤人说的，这是真正开悟人说的。啊，这个话能救中国传统文化，能救全世界的灾难。那些都是菩萨，外国也有啊，不仅在中国，外国有啊。啊，这些菩萨在他们在世的时候说出这些话，多数人不重视，我记得我第二次访问伦敦，好像是2007年、2008年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我在伦敦大学，啊，伦敦大学的汉学教得不错，啊，他们的教授、同学，我们举行一个交流。啊，我就提出的问题问同学，我说汤恩比说的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
只有中国传孟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，你们相不相信？这些同学听了之后对着我笑，不说话。我等了好半天都没有人讲话啊，我就提第二句，我说难道汤恩比博士讲错了啊？他们也不答复啊，对着我傻笑，逼着我没办法。最后我告诉他，我说如果你们把这个话来问我，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，他的话没有说错。你们为什么不敢说话？我明白了，我看出来了。啊，不敢说话，是因为你怀疑，你不敢说，他说的对。啊，怎么怀疑呢？如果中国那么好，为什么中国人不要？啊，这我也怀疑啊。啊，中国人自己要才对呀，为什么他们也不要，还到外国来学？啊，这么多留学生来学。啊，我这是一个原因，你们有怀疑。啊，第二个呢，汤恩比名气太大，不敢反对。啊，他们就大家笑起来了。啊，我说原因，你们不了解中国最近200年的历史。如果你了解了，你会跟汤恩比博士一样。啊，汤恩比博士对中国近代史、古时候中国历史，他非常清楚。啊，比中国人还要深入，非常难得，我们佩服他基础。啊，一点都没讲错。啊，那么最近这一年里，好像汉学是中国古文，啊，中国的汉字文言文。在国外逐渐有人在谈这个问题，好现象啊！还有不少地方都想办汉学院啊，马来西亚有，印尼也有啊，有一些朋友来找我，问我应该怎么办。啊，汉学的目的是什么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复兴起来。啊，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是主流，三教九流啊，这三教是儒释道啊，这主流啊。啊，过去没有人说，最近这几年说的人越来越多。还有一些人真想学，非常难得。啊，保存传统文化，头一个第一桩大事就是典籍，这些经典不能丢失掉。啊，好在乾隆皇帝
他在任的时候做了大规模的整理、审定啊，哪些该保留的啊，哪些可以废的、可以剔除的啊，国家不保留它，就编成四库全书啊。乾隆自己喜欢的东西、想读的东西，编成一套全书会要啊。会要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。这两套东西国宝啊，是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留给后代、留给整个地球人类无比的瑰宝，真的是宝啊！啊，这些东西你要是学了，只学个少分，你得到的好处，身心健康，啊，法喜充满了。《论语》头一句话就说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个“悦”就是佛教讲的法喜，那个快乐。不是从外头来的，内心里头生出来的智慧嘛，智慧冒出来欢喜啊，那是精神的养分呢、啊，比物质的养分还重要啊！你看，个人得到的，家庭一定美满，家和万事兴，事业一定顺利。社会一定安定，国家一定富强，世界一定和平。你说这个宝还得了啊？它能真正帮助你做到。所以汤恩比博士选中了啊，谁干谁就领导全世界。是真的，一天都不假啊！中国人对这个丧失信心，是因为这150年来，由于清朝末晚年的腐败，让许许多多读书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。崇洋媚外怎么造成的？不是古人有问题，是我们现在人自己出了问题。那么对古人就不尊重，这不尊重就学不到东西了啊！精神的粮食，圣贤的典籍，你要想去接触它、学它，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真诚心，第二个就是恭敬心。没有真诚，没有恭敬，孔子来教你都没用处。这个太重要了。啊，那现在问题来了。四库全书会要，我想大概不会失传了啊！台湾商务印书馆跟这个中华书这个世界书局印的分量不少啊！我给他买四库全书112套。世界书局的会要，我买了320套，分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，
国家图书馆去收藏。我相信整个世界有灾难也不会完全恢复的毁掉，总还有一些留下来。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，要是没有能够读的人，没有讲的人，没有人把它翻译成白话文，这个东西是不起作用，救不了世界。那么现在接着最摆在面前最严重的问题，如何培养一批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，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，照顾他，让他在物质生活没有后顾之忧。啊，能吃得饱，穿得暖，有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，就可以安心去读这个书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到汉学院，真正的汉学院。啊，完全教用古老的教材，四库全书，用古老的教学理念，用古老教学的方法，没有新东西，完全是旧的。我们来做实验，不通过实验，人家不相信。必须通过实验，能找到三五十个人，做五年实验。啊，用这古老方法，实验成功了，大家信心就有了，才能向全世界推展。啊，大学正式成立汉学院。啊，这个汉学院完全用古老。古老的教材，古老的教学法，古老的教学理念，古跟今结合起来，古不妨碍今，今也不妨碍古，反而有互补。啊，今之不足，古人来补；古之不足，现人现在来补。好啊，它不障碍。啊，何学何用啊？啊，文言文，世界上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文字的汉学家，没有一个不称赞这个东西好。啊，希望二三十年之后，文言文是全世界通用的文言。语言没关系，不一样没关系，写出来的文字是一样的。啊，这样说，这可以造成世界大同。啊，这个方法不是我想出来的，也是汤恩比博士想出来的。我猜想，他大概是看到中国古时候的夏商周，啊，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。那时候诸侯国，你看周朝的时候，800诸侯，就是800多个小国家了。现在的方言就是人家的国语，不同的国家的语言不同，但是文字统，写成文字统统是一致小篆。啊，所以他就想到了，如果中国汉字文言文变成世界的文言，全世界就同意了。这个同意是第一个好事，化解国际战争。啊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永远不会爆发。啊，实际上这也就是他谈话的目标。他最担心的就是三次大战，他自己本身经历过两次大战，第三次大战又发明核武，
生化武器，这个战争打不得。这个战争要是真打起来的话，就是人类走向最愚蠢的行为，集体自杀。这个战争没有胜负，同归于尽。啊，所以非常可怕。晚年念念都是想这个问题，怎么样能化解这种战争。啊，所以就想到世界国家。啊，不像这联合国，联合国没权，世界国家。啊，所以就像夏商周那样的。啊，世界上这么国家政治是分离的。啊，不是政治统一，不是武力统一，不是经济贸易统一，也不是科学技术统一，文化统一。哦，什么文化最好？中国文化最好。他讲的是东亚，东亚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为核心，还有三个卫星文化，这三个卫星就是韩国、日本、越南。所以他说这四个国家合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。啊，这是他的话了。说得好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他真的明白了有这个条件。我早年在新加坡，我是离开太早了啊，那是时事逼着我不能不离开啊。如果我在那里要是住到现在这十几年啊，我一定有机会跟李光耀见面，我就会把这个问题告诉他。新加坡是城市国家，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城市，在这一个城市里头把中国传统文化兴旺起来，作为一个实验点啊，那就不等于像夏商周一样啊。啊，虽然是小国，可是是周天子啊。啊，文化是整个世界所有城市的榜样，大家都来向你学习，不在乎国土大小，在乎文化道德水平的高低。啊，你真正做到了，人家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向你学习。啊，一定要把功利转变成道德，用什么？用教育。啊，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教育，要知道，是宗教教育。欧洲呢，革命延这么多年，靠宗教；中国几千年教育，靠儒释道。所以他说得好，宗教，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，后有文化。文化是从宗教里面产生的，宗教是文化的根。如果宗教没有了，他说这个文化顶多200年就会消失。啊，所以宗教要团结，我们在新加坡团结9个宗教。啊，我们是没有财力，没有能力。啊，为什么？宗教必须在一起活动，
如果新加坡是很有这个条件的，国家建一栋大楼，不要搞赌场，这栋大楼做什么？宗教活动中心。他现在有10个宗教，有个5-6层大楼就行。宗教信徒多的可以占1层，还有信徒少的，2个宗教在1层，我相信有6层楼大概就差不多就够了。一个大楼有3-4千平方米就够用，让宗教的时候天天见面，在一起办公，在一起研究教义，在一起活动，我要是有能力，我会建一栋大楼送给他们。新加坡的房地产太贵了，寸土寸金。我在澳洲就建立一个道场，送给澳洲图恩巴这个城市，他们宗教活动中心。得用一个城市来带头，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实验点。6月我访问英国，在英国他们也特地给我安排一场跟宗教领袖们见面，一共有11个宗教，有政府官员，驻英国的大使参加这次会议，很好，我看得很欢喜。团结宗教能够帮助化解冲突，能够帮助世界，促进世界永久和平。宗教要教学，我们现在是佛教净土宗教学，天天不中断，每一个宗教都每天在讲，播出去，用这个电台播出去，全世界可以收看，这个成本很低，收的效果太大了。每一个宗教培养几个好的老师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对于教义很通达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全世界人都在收听。不可以自赞回答，我们提倡每一个宗教都第一，每一个宗教的神都是第一，众神一体，宗教一家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我用这16个字。现在慢慢的谈这问题越来越多了，好事情。希望能够在最近几年当中能够落实。有一个榜样，大家就会办。不要搞自己的道场，搞整个的。宗教都应该在中西宗教活动中心来举办。这样让大家真正看到宗教对社会产生的效果，宗教对国家、对全世界带来的真正安定和谐。它是搞文化，会得到大众的欢迎。我相信不会再说宗教是迷信了。今天
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啊。